吃素。你们能够大家吃素，我们的台湾会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陈金济公老师在一个讯文里面讲过，或许有看到，他说台湾人民只要能够全台湾吃素，台湾绝对是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马上就好报给你。但是我们一贯道要让大家都能够修道，够有因缘呐，还目前来讲还没有办法到这样的程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家要集体，要让地球更美好，让我们的环境更好，要扭转环境，只有好好在道上行走。好，人间可以，我们人间可以转化环境，人人修半道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要靠大家共同努力，然后回天可以安详礼敬。人家说人间是苦海，你不要说什么苦海，我们现在就好了。人间有这么多的地震啊、海啸了，还有禽流感了、SARS 了，还有这个未来的饥荒了、火山爆发了，还有这么多的灾难。我们想想看，人间怎么不是苦海？好，这个灾难完毕，又不知道哪一天会怎样来，还是我们修后边来淡它丢啊，修边来淡。所以说，天上没有山灾大难，天上没有土石流。没有地震，没有海啸，一切都是美妙的环境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将来回到天上，投向老母怀抱，众仙排列。好，就是我们要是修道，活着在人间躲灾避难，改变命运，回到天上去，也回到宇宙的本来。这就是我们大家将来要迈向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后学呢，就是拉拉扎扎啦，好，就讲了这个不没有章法的一个内容。所以呢，后学还是感谢点传师的慈悲，也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我们的领导点传师的栽培，感谢点传师的扶持，还有带点传师的扶持。以上，谢谢各位，好，希望后会有期。再谢点师慈悲。等一下就是我们休息的时间，好，那我们休息到10:40，我们在10:40以前，好，请就坐完毕哈，我们准时10:40，好，再来开始我们下一堂课。